大家好啊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是2023年的10月9号，今天是周一。10月9号，现在是16:58，16:58。那今天的温度呢？现在温度呢是24度，哇，特别的舒服，人特别的舒服。最高温度也才26度，最低温度，我看一下。最低温度22度，好像是。对，最低温度22，最高温度26度，特别的舒服。那现在十月份了以后，整个的，整个的气温就往下降了，就是比较凉快了。我特别的喜欢这种温度。只喜欢这种气候，我的夏天太热了，再加上我住的那个储物间里面、柴火间里面是没有空调的。现在嘛，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拍摄上面，什么都可以，就是说什么都可以简单是吧？什么都可以简单，那拍摄是不能简单的。那我现在在市政服务中心这边。BRT 是什么？我要去做 BRT， 我要去做 BRT， 坐到那个火车站，应该是坐快二路或者快几路啊，反正就是往火车站方向的。从这边坐过去大概是一块多，如果坐公交车的话是9毛钱还是8毛钱。我把卡公交卡放在那个手机背面。9.67。然后我的方向呢是，不是，我的方向是往。不是厦门北站，不是高崎方向，我是去往，第一码头方向的，或者火车站方向的，第一码头方向，火车站方向的。好，下一站是金山站。那边是走楼梯的，如果下车的话就走楼梯，上来的话坐电梯。往这个方向，然后我们慢慢的移。快二跟快五、快七都是出发的。第一码头方向的，快一。
这里的人。
我从市政服务中心嘛，然后金山嘛，然后菜塘、东方山庄、卧龙小城、龙山桥、连板火车站，我就到火车站，我坐的是 K1 路。现在的时间呢是，现在时间是17:18，10月9日周一。站在楼，在上面看下面。这个是那个武村汽车站，这个是武村汽车站，那这个是华兴大厦，然后这个就是罗宾森小区。看往下看，还是有人喜欢打走楼梯的。那边有电梯。鞋带掉了。快四毛四。从那边坐过来1.4毛4。17:21，好，我出去。小毛驴在这里。
这个要掉了。啊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啊！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啊，订阅、转发、分享啊，让更多的人能知道厦门。订阅我的频道啊。如果大家还有余力的话，可以叫微信或支付宝给我点资助。那谢谢大家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这里是厦门站，厦门站。